咁啊，我有個朋友亦都診過一個大家都啊相當知名嘅 AV 女優，仲寫埋文章擺咗上網嘅。咁犀利？係啊，大家自己上網睇啦，開名得一個啫。OK， 咁啊，當日咧，佢當日係有個美化文章，因為同我講嘅時候就屌撚撲街。咁啊，執到第四劑嘅時候咧，嗰、那個 AV 女優都讓佢咧除咗個套，但係唔準佢射，但係都冇啦，射咗三次啦。即係等佢感受一下嗰、那個温熱啊。咁我覺得淨係呢一下都值回票價啦。係啦。OK， 咁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 呢個文章啊。嗰個我啲 friend 嚟，我親身識佢。